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"一国两制"、"港人治港"、"澳人治澳"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完善特别行政区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，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，支持港澳发展经济。 改善民生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，坚持"一个中国"原则和"九二共识"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，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，完善保障台湾。 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，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、融合发展、同心共创、民族复兴美好未来。